武吉基洪门北川人心寒之苦，阴谋只要接受制裁，就在我乔洪林准备动手之际，就乌鸦窜起，以回味瞬间消失。众人定中，即刻发令，罗红剑气，强行剑影同时集结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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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红尘金色，一世惊心，北川人肉体病例，魔龙魔龙魔龙，凶暴的魔龙祭天献身了。两兵我献命，我乔洪林名不虚传哟。火气金怒，魔龙金飞雄风，二龙再飞，冲击破环绕中心。冲击人员如流星雨般如虹，我乔洪林顶三龙，一接中飞烟的烧点，瞬间不见生物。用西归西归我乔洪林多一位，一回再分幸福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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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崩溃一溃，不怪死了。刚才那个乌东西，要几个？以我高俅的高勇，是兵下无人机，这是特殊的能力，有办法使出因的黑龙。进入要几个之乡，就是伊的世界，无办法。这次实在是我失策，不敌五名燕翎将，竟然有一名是伊的帮手，另一名使用兵精之人，就是汉军高俅。看来魔龙祭天手下令人不肖，而且行事谨慎，早计布下一连串逃脱计划，现在冲火归山，要再次休息。恐怕不尽简单了。从此人尽是身份公布，入口的人应也想了解伊尽是身份。此乃苦行之秋，众人再好好商议对策吧。也好，众人接受公义，随即了好办法对付这位魔龙吧。
安排一切体力，不做亲情实力，今天不愧是惊天魔流，好顺荣，元首小心为好，我来北川林家的身份既不能再使用，现在你有何打算？国境正道既然将对我，想必也通知旧友此事，再加上暗处的切脚，我是三方修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几次不离情形好，用几次穷勇兵力将，就重新已经对其病毒还有所记录。虽然郑都尉也靠我人提前结束，并无得像我所希望之大凶猛，但双方实力真力，乃是一项利刀。哦，要如何利用此点？以铁为金，各个击破。那七家协定还是正面高峰的时候，是高峰兄弟救出，一定已有兄弟完成无的罪犯，不要无的病痛，应不放回令遗书记者人员，虽令不敬尽令行功红印七家以及家亡不确定的希望，不则自己开创道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红人此时兄需要你大力协助，虽此为太监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睡的是？来第一步，随出七十家的禁忌地。